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主持人安娜琳。星战题材现在正值强打，而现在东家迪士尼怎么可能错过呢？这次迪士尼无限世界 3.0 在8月推出了星战题材，现在又宣布更新了新电影的内容，究竟如何呢？赶快一起来看看吧。迪士尼无限世界超大坑更新登场啦！本作是结合实体玩具公仔之互动游戏，继 Disney Infinity 这个系列在 2.0 中加入了 Marvel 系列之后，这次的 Disney Infinity 3.0 则是加入了 Star Wars 系列这个大坑，并在2015年8月在各大平台上市。除了基本的星战人物与内容之外，这次接续12月电影《星际大战七：原力觉醒》的上映，官方也宣布将释出更新，推出新章节与部分星座人物，不仅让人捏把冷汗，难道会跟玩具一样爆雷吗？如果玩家等不及想要一窥新电影内容的话，不妨上官网看人物小雷一下吧。